宁夏的父老乡亲们，大家过年好！新的一年就要到来了，在这儿我们俩祝您是龙马精神，龙年行大运，新春愉快。每年到过年的时候是我最快乐的日子。那谁不爱过年呢？第一呢，是能好好歇息歇息。哦，能休息了。第二，全家人在一块聚会聚会，这叫团圆年呢，热热闹闹啊。是是是。哎，王老师，今年我邀请您到我家过年怎么样？是你家这过年是不错，你们家人口比我们家多，热闹，是热闹热闹。这不，我得问一句啊，就像我到你们家过年，因为你们家那老人多哦，我得拜年呐，拜年啊，我是鞠躬是磕头哦，您说礼数，哎哎哎哎，我们家鞠躬，鞠躬，哎，鞠躬就没问题了，鞠躬还给你发红包，太好，来吧，我给你演练演练，还演练演练，我给你介绍介绍，哦，这是我的奶奶，奶奶您过年好，这是我妈妈。阿姨，您过年好。这是我大伯，大伯过年好。我大娘，大娘过年好。我三叔，三叔过年好。我三婶，三婶过年好。这边的一百多位呢？快下去。这是我表舅，表舅子。行了，表舅、表舅子都出来了，这一百多个，我这一百多个下去，我腰就断了。人口多吗？人口多，我受不了啊！这么着，红包我也不要了，我一个公满代表的，行不行？哎，行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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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各位叔叔大娘，这个婶子大伯们，过年好，新春愉快，新春愉快。您来这屋，这屋是？我有几个同学呀，特别想见见您。同学呀？哎，咱客气客气。那这也行，也行，也行。来吧，来吧，来来来，我给你介绍介绍啊。海外归来的，大白，不，大白您过年好啊。小白，小白您过年好。大黑，大黑过年好。哎，这个不用鞠躬了。这个呢？他养的狗。你去，滚一个。养的狗让给人聚一个，那不是介绍勤了？你不是你得说开了啊！不能让您白去我们家拜年啊！等您弄完了啊，我带你出去旅游怎么样？哦，在你们家过完年还带我出去旅游呢？走个远一点的地方，走个远一点的地方。哎，对，咱们去哪儿啊？我想想啊，嗯嗯嗯，但是去之前我得交代你一句，什么事儿？咱得懂人家国家的礼数，不能失着礼。您看咱刚才到你们家这点礼数怎么样？周到不周到？行啊，那我就带你去刚果布拉柴维尔。什么名字？刚果布拉柴维尔。说在地球的哪个部分呢？这都非洲。哦，这是个非洲的地界。食人族部落。哪儿？食人族部落，你到那儿去玩是吧？食人族部落。对对对。我到那儿干嘛去？演出。我看不是演出。您是？我送饭去。什么送？现在已经食人族部落我。开化了，现在那都是旅游景点，你去旅游，给你跳舞、篝火晚会，没有吃人的这个，没有，早都不吃了。哦哦哦哦，哎，这儿去玩玩，但是你得懂人家礼数。食人族部落是什么礼节？他们是握手礼，这个握手礼啊，哎哎，他们延续了几千年。苗老师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他延续了几千年。哎哎，握手礼，这不握手，食人族部落就见面就跟咱这一样。要是这么简单，我给你介绍。有意义吗？这不握手礼吗？人家是握三下手，吹三口气，吹三口气，拍三下肚子，跺三下脚，大笑三声，这才完了。这么多零碎的？哎，这是人家这传统。这不这怎么来呢？这握三下手这么说可能过于平面了。嗯嗯嗯，这样啊，嗯嗯，咱们给大家表演表演。这也能表演？能啊。这怎么表演？你现在不是相声演员了，也不是八十多岁的相声演员了，你是一个酋长。哦，我是食人族部落的酋长。我也是个酋长。哦，你也食人族部落一个酋长。两个酋长见面了，演一演这个握三下手吹三口气。哎，这个热情。好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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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来来来来来。OK， 这怎么个来法？你在那边来，我从这边来，我去这边来。好好好 ，Action。王老师，嗯，干嘛呢？不是握三下手，吹三口气儿。你把毛先扎这儿啊，毛，手腾出来握手。哦，这食人族手里还抓着毛呢。旅游项目，文旅项目吗？你早告诉我呀！你赶紧吧。你那牡丹奖是怎么评上的？扎这儿，是毛扎这儿。你见，嘿，老王，你得先给打个招呼吧 ，say hello。
还有招呼呢。对呀，您刚没说有招呼啊，你自己领会呀。哎呀，多热情，再来一回啊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哈哈哈，多热闹，去吧，去刚果布拉柴维尔旅游去。太乱了这玩意儿。我刚说那意思不是说让您到这个刚果布拉柴维尔这地方去，是这就是说稍微的再远点啊，咱去的少点，不那么方便的，去个欧洲怎么样？这太好了，这个我给你选一个。你选个地方。法国法兰西。法国巴黎。巴黎可是好地方，浪漫之都，花都啊。哎，浪漫之都。比如说啊，现在就不是咱们演播厅了，现在又改地方了。我们现在来到了法国巴黎的香榭大街。什么大街？香榭大街。有没有小龙虾大街？什么小龙虾大街？什么香榭大街？它有一个著名的景点，香榭里舍大街。哦，就这个地方啊。这个地方有一个小酒吧。哦，巴黎香榭里舍大街的小酒吧。我们这个故事就从这儿开始。因为它故事呢？对呀，对，不是，不是，咱到巴黎这个礼节您还没讲，您有什么故事呢？快了。我得一点点跟你讲吗？咱们要参观人酒吧之前，我得给你介绍。他们这个礼数讲究的是亲吻礼。亲吻礼？对，亲吻礼。逮着就亲。什么叫逮着就亲？那是流氓。亲吻礼吗？我又害怕你不能胡亲，你知道吧？这还有区别？亲法不一样啊。你比如说长辈，亲吻小辈，上下辈儿，哎，亲额头，就脑门，哎。显示呢，你这什么毛病呢？这是孩子吗？将来的期望。你没有这上来就亲着你这一下的，这朋友之间呢？亲面颊。脸蛋儿。哎哎哎！嗨，这是朋友之间乱不乱得慌啊你？这情侣之间呢？情不亲那儿，不亲那儿。骗谁呀你？亲手背。亲手背。亲手背。真的亲手背啊？当然亲手背啊！情侣之间怎么亲手背呢？我刚不是说咱们不是来到酒吧了，要用上这地方了。哎，来酒吧了。酒吧里头，有一个法国的女郎。法国女郎，长得魁魁实实。这什么形容词啊？这法国女郎魁魁实实，苗条淑女嘛，就那意思吧。坐在吧台上。坐在吧台上。哎，这儿举着一杯香槟。哦，还喝着酒。这儿夹了一支袅袅的香烟。抽着烟。哎，喝着抽着啊。就在这个时候。一位男青年走了过来，小伙子进来了。呀，这不就是我心中的那个女神吗？维纳斯就要过来求爱。美女，交个朋友好吗？女生一看，嘿，还行哈，看上了，就把这烟放下，手伸出去，小伙子拉过来，这一亲，俩人这事就成了。这么简单吗？哎，就这么简单，拉过来亲这一下，哎，亲完完事儿。哦，这就叫吻手礼。吻手礼，这听着挺有意思的。这个可能啊这么说呀过于平面，咱俩给大家表演表演。刚才这个情景也能表演表演？表演更立体了。这怎么表演啊？你现在不是酋长，也不是老艺术家了。我现在是法国女郎。我是法国女郎，烫着一头的大波浪。什么头发？大波浪。就我这个表演表演大波浪，我还得大波浪。哎，你在，哎呦妈，你在酒吧，我坐着呢，你等着我。我过来。您是那个男青年？哎，对，我过来向你求爱。好好好好好。我设计一下我的身份吧。我是一个艺术家。对，巴黎的艺术家可不少，对吧？我是什么艺术呢？书法家。法国哪有书法家去？画家。画家倒有，画家可以吧？卢浮宫那一片，哎，画家，还有卢浮宫那块，我先是个画家。您先是法国画家。哎，我那个气质。美女，交个朋友好吗？来来来，先咔咔咔。我是一个咔别介绍，画家，别介绍，别介，这是，塞笔呢？哦，画家拿着笔正塞笔呢。哎，墨占多，塞笔呢。哪有画家出了门还这么塞着笔？这不讲卫生啊！这都什么不讲卫生？像话吗？这塞旁人身上了，这都。我这过来不是向你求爱，您这么着，来来，您听我一句劝啊。为了咱这表演能继续进行下去，您来一个正常人行不行？我还能演正常人？对，我来个正常人，正常人，正常的年轻人，您过来，咱把这点给演明白了。你羞涩，我向你求爱。这费劲弄这。
美女，交个朋友好吗？羞涩。美女，交个朋友好吗？美女，交，你在这拧死啥呢？哎，这有王法没王法了？这你让我羞涩呀！我羞得太涩了，伸手，伸手。哦哦哦，这就该伸手。你不伸手，我怎么亲？我就光记着羞涩了，我忘还有你这你。我忘，再。你别再，忘了这个什么伸手。美女，交个朋友好吗？你干嘛呢？伸手吗？这不是。这会儿羞涩一点。哦，伸手这下羞涩，你把肺炎都拍好了。啊，我以为是这会儿啊，伸手这下羞涩。哎，伸手这下羞涩，明白了，你给你配合一下。美女，交个朋友好吗？你看，这就是法国情侣之间呢表达，这就是。这就是法，你干啥呢？你让我伸手的呀，我伸手啊！我亲完了，亲三回了。不是，小伙子过来跟姑娘这儿表达爱意，姑娘满同意了，把这手伸出去拿过来就亲一下啊。那还怎么着啊？不，你多亲几下，表达一下你的热情和诚意呀。啊，我还得表达一下诚意，要不然呢？还得多亲几下。这手都伸出去了，这可是你说的。当然是我说的。那咱再来来，来来呀。这是。美女，交个朋友好吗？哎，这，哎，不是，哎，不是，哎，你这文手礼，我啃羊蹄儿呢。别说。